就是玩具的，好、哦，就是好、哦，啊这支吼、哦，这支就因为我们一般都叫片杆，好、哦，就是片杆，片杆就是你以为你安尼，安尼就真方便，你也伫遮吼，伫遮吼，嘿，就真出来，你知？啊，伫遮烫的时候就轻轻啊，就轻轻啊，嘿，对，啊你嘛不用想我。想法时阵吼，想法时阵，你伫操作伫遮吼，两个方阵话伫较远诶时阵，就较方便。吼，即支就是这个杠杆原理。对，啊，这个可以拉长。对，这个还可以，这个应该可以拉长。看起来好像有点像。有点像，我没有，我妈都要了，然后定好以后就没有。到来卖菜。不传。啊，这个可以收下来，这个每个人用的不一样哈、哦，你可以往上，也可以往下，也可以往旁边，也可以往内，好、哦，好、哦，它、啊、这个可以调到软，调宽，好、哦，好，那这样看你的手势，手势那样收的。时间，哦，对不起，哦，你在录影哦。所以这个都没有，都适合没有适合左撇子的在这边也可以啊，我、哦、那边也可以。你可以这个也换过来，好、哦，这个因为它设计上基本上不会说只有单边的，就每个人的一些手势嘿啊，或者是你在放在什么地方，哎、嗯，场地不一样，它也会可以改变，对。两边都可以，对，它是两边的。周到，对，周到。我是问题宝宝。对啊，一般来讲是，一般来讲右手是大家熟悉的，熟识的使用方式，好、哦，规范的用语，好、哦，那我们一般都是会站这样来，站这样。这一手就是会是操作的。好，现在你看了这一号，然后我把机器放上。好，这个下这边吗？好，两个人讲。好，现在就规个拢来遮看。有啊。规个来看就好啊。哦。系啊，拢看会无？拢看有啦吼，看有啦。好。这台机器就是 X70， 这是比较新的哈。好，这台里面哈，我们刚刚所说的，这边有一个镜头，那镜头它有一个镜头盖哈，那一般我们在用的时候没有的话盖起来，有的拿起来。那前面这边哈有一个遮罩，这个用那个遮太阳嘛，哈，这个也可以拿下来。那我们也买了一个叫保护镜，这里面有保护镜哈。光啊，像天使哈。这保护镜基本上就是今日来你镜头，你也可以来弄掉啊。咱这些容器，哈、哦，这个保护镜我们是可以插的，好、哦、插那个另外再我们有插四镜子。那这个是保护，就是光线呐、啊，你光线来就主要那五分钟来一些嘛，它也可以稍微简单遮掉不需要的那个光线，就是太阳光或者那个强光射进来哈、哦。那这个只要没有用，我们就把镜头盖起来，那没有要用的时候拿下来哈。OK， 可以遮光遮雨。遮光就是啦，对啦，有一角的话，一般来讲简单，不会直接就下去了。它还有一点点遮罩，跟相机的意思都一样。哎，对，意思都一样。对。可以倒过来。对，因为它这个意思跟这个我们这个意思都一样哈，那所以我们都有。好，这个比较不一样是，好。刚刚所说的这个，啊，荧幕了哈，这个我们脚是这样装上去的时候，其实有两个地方可以看哈。刚刚所说的，一个是从这边看，一个是从这边看，好，两个地方都可以看，因为你脚在大太阳下从这边看哦，看比较清楚。啊，有常常会这样装起来从这边看，好，这是两个地方。好，那我们就把机器上机的状态跟大家讲。那机器这边哈，这边下面会有一个，这个叫做跟这个油压头上面会有一个桥板。
的是，今天问为什么这个像小精灵一样？啊，怎么长不一样，就像小精灵？那个是全新的，那个叫全全。对，他那边直接可以在控制那个遥控的。可以遥控。好，那我们就接着继续讲了哈，下面这本比较重要的是跟大家讲一下，因为你只要要开的话哈，这个已经锁好了，就是它有一个属于这样的桥板跟这个油压头做一个界面，它这个是是可以上前后移动的，好，所以你一般都准备一个十块钱的东西，它可以放松，好，它是可以前后移动，前后移动为什么要前后移动？它为了要，因为每一个的机器的重心不太一样，你往前移的时候，它可以卡在这边的时候，它的重心会不太一样。那因为我们这个小台就比较没关系哈，所以我们就把它固定锁起来就可以了。这个锁好以后，这是一个跟它界面的一个场合，所以我们这边会有几个东西，好，能看到这个有哈，这个它的一个花，好，它有一个方向性，有方向性，所以一般来讲，你就从后面，好，进入它的巢，我听它开声，有，一开巢就是。它已经进到它那个巢哈，那也就是我要放在哪里哈，放在哪一个位置对不对？啊，所以它前后还可以移动对不对？好，所以我必须要在一个第一个点的时候，我必须要右边这边有一个钮哈，我必须要锁住以后，它这个就不动了，啊，这个就不会移动了哈。那你怎么知道要放在哪个地方？对，就是讲该要讲。就是我为什么我要放在哪一个点哈？我必须要看它的水平，它的重心也挡什么的，另外哈，有些也挡什么的比较，好，所以我就应该可以再往前移动一点。好，我把这个放松，我再往前移动一点。好，往前移动，好，我再把它锁起来，再看看它的重心在哪。好，一点点还是后面一点点重，对不对？好，那基本上像这样的东西，就是我再稍微往前提一点点。好，是的。当你脚这个放松，上下左右放松，它不动，就是让重心。这个。好，这个脚是在这样不太动的时候。现在还有一点点往后倾，对，所以它重心还有一点在后面。好，那你假如能到打开以后都不动的话，那这里面会有另外一个问题，它往前移太多的时候，就这个桥板就已经伸出去太多了，对，所以我们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基本上我们会再重新来。这边按好，这退机器这边，把这个松开以后哈。把这个钮松开以后哈，就松开以后，这个是一个安全锁，你要压住好，它才能退出来，好，退出来，好，这个有个安全锁链去锁住好 ，OK。那像这样的话，就表示说我放在前面了，对，那我还是要回到刚刚那个位置，那位置是前面我能做好的，好，那我还是要放松。放松，把它放后面一点。好，放后面一点。把它锁好以后，一样动作哈，一样动作。其实这里不用压，啊，你只要把它对准，那就听到声音嘛哈，咔一声，好。好，一样，我们再看看动作，试着看看哪一个动作，哪一个是可以水的，这个都不行，对不对？我们手差不多扶在这边就知道了哈。好，感觉到，好，所以不行，我们再往前推，
再看一次，不行，好，再往前推，长一点。好，基本上就是差不多，差不多以后我们就把它缩起来。好，这边缩起来以后，那左右你就可以。这样意思就是，我可以非常轻松。它因为它完全重心都在三角形里面哈，所以在你在左右在你在这样攀动的时候就很简单。这个手啊，经常要对用做。哦，那我要在这样拍摄的时候，其实我经常要对用做。我经常要对用，的精拼的哈，很轻的力量就可以做攀动。好、哦，你就别安尼二做动啊。像咧较大只个啊吼，你若咧放了无好时阵，你就安尼，吼，你啊安尼时你换好时阵，你真的就出来了。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点的，就是一定要放在一个重心点哈，重心点的时候你就会紧拼的，紧拼的哈，然后紧拼啊，舒巴叮当子，舒巴叮当子，还有一个还有一个。所以对我们的注意到那里跟着他也不要走的时候所以就很顺啊会特别紧张的紧缩我让他轻轻的话你喜欢就可以顺啊可以颠满你这样走的话这个空洞就会可以根据你的你不会受到那个呼吸影响因为爽啊或者受到这个不会已经快跳了那这个就是你可以更方便在拍摄上面更方便，一个是我不用拿这样来看，我可以这样来看，这样来看我可以看两个，所以看到这个构图以外，我就看到我的主角，我看到整个，我照顾整个面，照顾整个面就很方便，我就要怎么样 size 去看就很方便。好，要操作这个，操作这个，操作这个。这样都很方便，操作这边的按键都很方便来操作。那这个是基本在拍摄上面，就是再小都没关系，都可以来拍。那像你家访问的话，基本上就需要缩起来、固定起来来访问。你这样跟被访问者之间就会有比较好一点。好，然后呢，你得有困难在。哈哈哈哈哈哈！就在观察。好，特写麻痹把那个什么麻痹也把肌肉。好，那再来就是它里面的结构了哈，它里面结构。那刚刚所说的这个镜头，那这个镜头，这个的镜头哈，这个镜头，那我们待会带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它最宽。好、哦，来，大家请到另外这边来，另外这边来看看这一台的镜头。好、哦，好、哦，我看到啊、哦，这是它，对不起，它这个是它最宽的哈、哦。有看到哈、哦？啊，很大镜。对，最宽的状态，它这台镜这一台机器的最宽的 size 是这样。那假如说我们要再换不同的，我们可以加。看它比较广角的，或者是当我们假如是小的时候，我要构图，好，志军这边哈，假如我这构图这样对不对？好，那我感觉它就不够宽，啊，伊就上宽了，所以当要定大型，我就搁我提，好，搁我提，因为宽我大，宽我已经到底的时候就整个往后推，哦，对，往后推，这样可能可以较宽，好，啊，这就是咱选择状态，那选择。我们的位置跟选择这台机器的极限、啊、有一些机器它本身在这个地方就是比较快的，它就可以拍到你想要的。好、哦，阿伯先生，假如是这样的话，其实我们很简单一个是，其实我们这个可以用攀动啊。好、哦，我盖小型，我描写型，我都像我大型对吧？是一个描写的。我从这边，好、哦，点到的家，哦，点到的家，我攀过去，哦，画个字军，好，再冲起来。在干嘛？对不对？我这样就描写嘛，对不对？这样就要描写。那描写以后，我这个它就离开了，对不对？我从前面的介绍就是，假如是，师姐在，刚刚师姐在这边，对不对？好，伊迪加的帕电脑，你看到就是他拍电脑，对不对？打电脑，打电脑，
好，你们好 ，OK， 好，你们一定翕相对吧？哈，大家看到哈，来拍照。好，我慢慢搬过去哦。好，拍照。这个空间里面，好，另外一个这个志军在做录影，最后留在他们两个里面。好，接下来就描写。好，利用这个简单的时间，再做一个描写，他在做什么？安尼嘛可以。啊，你若讲无，我较远的时候，我规个拢卖叮当，安尼规个看一下。安尼嘛是同款，但是安尼吼，这样刚刚那样就会比较宽，但是人较细，人比较小，人比较小的时候就是比较看不清楚，看不清楚的时候，我们常常就会说啊，我们翕起来特写这样。好，刚刚我们所说的。好，那我们所说的这样子，好，因为这个可以，这个机器都刚刚比较宽，对不对？好，但是它可以推紧，可以推紧，对。在按的时候是要先暂停录影吗？你有两种没关系，你也直接哈，直接，我觉得前面那个镜头够了，好，你知道你的剪接点。你紧接点，那我可以推过去，或者是其实，在推的过程，其实也是你要用的，好，那个没有一定是说你一定要切掉还是？你说，如果那个速度很快，看的人会觉得对啊，那你所以你假如说你假如要推进去的时候，觉得说有可能是也是在描写，对不对？好，那个你就是慢慢可以慢慢推，或者是顺着推。也跟着睡觉，好厉害！跟着睡觉，你要用力，你要拍打，哈哈哈哈哈！这边比较好看，我都还没有梳头发，你在拍什么？头发可以梳吗？好，那大家看到，刚刚这几个袋子，我们就顺便给大家，因为大家都在看哦。刚刚有没有一个大景，对不对？好啊，这个就是像。好，志军在做什么？我们看到这样同一个镜头里面，就看到志军在做什么。好，志军你在做什么？请回答。他最近可以拿到他的特写杆，对，还可以，他的手部的还可以。这个跟这个功能一样啊、哦。这边哦，哎，对，这边有两个，一个是上面这个一个，对，那这个也可以。好，其实这边也可以。三个你握的时候，对，就是。就是说，有时你握的时候，你这样拍，你就用这个啊，就用这个、啊。对对对。那有时你往下拍的时候，你就用这个啊。你这样提着的时候，你就用这个、啊。那有时候你这个盘骨，你可以用手动的时候，就可以用手这边来这边。通常用脚架的时候是用这个、啊，把这个，你一只手放在这里，一只手放在这里出来。这个是，比如说你从低，你这样手提着这边的时候。你就可以用这个，然后用大拇指肌啊。对，然后这个是用手提这样的时候，这样方便，这样按这个跷跷板，他们叫跷跷板。那脚没有的话，其实直接在这边哈，用这个这样按也可以，这样按也可以。对，也可以，你可以把手这样按也可以，或者用这个调。对。所以这个怎么用啊，都是盯着的。啊，这个它会有两个，看它可以到，OK， 可以，还可以到很近，可以到很近，这样会不会很不会很亮？不会，因为现在啊，现在高清画质，好，是啊，胶 ，OK， 镜头，现在没胶对不对？对，好，现在没胶，因为比较特写的东西比较没胶，那没胶，因为说我们没有对，我们是用手动的，我们是用手动对焦，当我把它按这边啊，这边有一个按钮，快速对焦，对，它大概也会，有没有？好，这个，对，好，我现在有没有清楚？有清楚了哈。这里，徐生这边，就这一边，在这边。我来介绍一下这个，对不起，来，等一下，来，我转过来。好。我没长那么高。好，没关系。这边哈，这边有它这一台机器啊，每一台机器都不一样。它这台机器呢，它比较简单些，所以它的 room 就是刚刚所说推进去。好，进去 in out 哈，这个它是有一个可以手动的时候，它可以要搬，往上搬的时候，它就是手动，你可以手动，啊，往下搬的时候，它是可以做那个焦点的变化，
现在变化，你可以按一下，它有一个 A F 跟 M F， M X M F， 对对对 ，A F 就自动的，自动 F 是 focus， auto focus，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们一般的很多东西都用 auto focus， 所以我们的相机啊，哈，相机基本上它就是可以面色，它会去对焦，好，那你用 auto focus 的时候，常常像刚刚那个就可以按一下，它就会里面去设定去找焦点，它这焦点一般来讲，它那个相机的每一个不一样，那这种焦点差不多是中间对焦，好，中间对焦，那那个就是可以多点对焦，就不太一样啊。这个是比较简单的，那再一个是，只要是你要手动的话，好，你再按一下，这个再按一下，它这边先会显现，这边会显现出那个 MF， 好，在屏幕上面。屏幕上面显现出这个 F， 对，这个是哪里？这个，等一下，啊，对，这个叫做输出，影像输出，在他那边就会看到影像输出，直接看你自己。SDI， 看一下，好 ，SDI 就要进里面的 menu， 看一下，哇，这个要讲很久，啊，这个就是刚假如说他要这样的话，我必须进去里面设一个那个输出哈。是高级班，你只要讲。对啊，今天要的课程讲。不要把我们搞混了。高级班没关系，但是这边一定要有一个叫做，它有一个里面的自己内设很多的那个功能在里面，所以你必须要有时候你要进去内设的功能，啊，内设功能它是要每那个要进去里面找，啊，现在已经都是中文的，啊，中文的就比较方便，所以这个要回去看那本书哈。对对对对 ，OK 啊，对他有关于摄影机的，有关于他的。老师，请问这个要对白吗？要，可以对白。我觉得现在这个阶段大家用自动的。对对对，他也可以自动。只有拍了一阵子的时候，才开始学那些对白啊。对对对，就是现在所有东西你都全自动。对，他就对白也自动了。对，对白自动。其实我拍了大概一两年之后，都自动了，自己也不用去，我才开始用 menu， 自动，一切自动，这不用。对对，只要弄好以后就不用去。其实坦白说我自己拍，我自己也拍了大概两三年的自动，我才开始试着调那些对白啊、对焦那些。对焦我觉得可以马上学了。对焦一定要，对焦是基本的东西一定要。什么叫对白啊？你比如说，你现在你进到这个房间，它的光的那个颜色、色调啊，那色温啊，你要对一下，跟这个色温一样，要不然你比如说你在外面拍，你跑到这里来拍，你的画面就变成光影，大概这样。嗯。拍。有颜色不一样吗？嗯。而且对白是两个人之间的对白。颜色没有就不一样。嗯。应该色温呐、啊。色温的意思。对，灯光。所以电梯它已经会哎，没有，我们那进去走就走。你看，啊，不用了。等一下，我示范一段。来，好。好了。好，不管，刚刚讲到那个啊，刚刚有一个对焦就在这边哈，要对焦了，就是因为特写的时候你没有焦点就很奇怪，所以再怎么样都要对焦。好，那你只要用 auto 的话，它又会找到对焦，它到焦点。好，你只要找到焦点哈，假如是这台机器人找到焦点的时候，就把它 lock起来，就是锁起来，就是变成 menu， 就只是按一下就变成锁住，它就不会跑来跑去。哦，我假如说我跟你这边距离上，只要他三公尺完了哈，那就对好以后就
就把锁在那边，即使你这样攀再回来也在那边。好，这个胸肌有感官的哈，相机讲说锁住了要用教练锁住，它就固定在那边。好，而且是 auto 的话哈，你攀到别的地方，它就找到别的地方去。好，就是焦点基本的它的功能是这样。那脚用力的话，那我们常常会有教练是手动的，手动的时候它就可以根据我们所要的，我可以从联系室这边先对好焦，好，而且我攀回来圈，好，我就跟到这边。跟到这边意思就是说我可以照我的意识，我要哪时候到你这边有焦点，那这个可以我们自己控制。那你只要 auto， 它就是它控制，它设定好的，对好对到，这样。所以你要手动，你要自己控制，不是是机器控制，那就是完全取决一个人，好，完全取决一个人。OK， 它这个功能。那肯定在哪？就是你再按一下，假如说你用 auto 去对焦对好以后。哦，乔丹，再看一下，大家看一下，好，好，我们以智金来，智金当给那个人，好，来看一下 ，model， 哎，对，好，我们看一下哈，有没有看到这个尺数？有没有看到？哎，我再弄一次，有没有？有没有？他这个在那边跟他距离就是 2.3 呐、啊，2.3，我只要这样的话就是都，然后你把它按住，哎。对，对，没有，他自己会，他这边就有了。你们，他这个是 F 吧，对不对？是 M I。跨步。所以要戴打望远镜，我要了你。好。戴了都还不见得看得见，好小。对对，这个脚对不对？好。手拍，把手正的，一只手 ，F 就是锁住了。F 有一个 F。F 就锁住了。这个就是锁住了。对，好，你看我攀动，好，再回来。还是一样，好、哦，还是一样，对不对？好、哦，白头发还是白头发，对对对没变黑。好，对，好，那我只要是把它按掉，按掉哈、哦，按掉以后它就是按掉哈，按掉以后好，我攀到别的地方，它焦点跑到后面，跑到那边，对不对？好、哦，好，那我回来，好、哦，回来快一点它，它就会比较没焦，但是它就回来，还会追焦回来。它就是要一点时间、啊，一点时间差，对，一点时间差。这就是这样。啊，所以大家可以用网管，啊，这样这个可以有这个，会有一点点差别。那这个是这个你只要拍焦点一定要，好、哦，焦点一定要，尤其是拍这种特写的状态，焦点一定要很注意，好、哦。对，那为主了哈，好，来，那现在哈，现在就是推到最紧的状态，这台机器，你看一下那个轩逸那边的哈，现在不要动，好，我们现在拍你哈，特写，好，这个特写就是一个是现在想要讲的是一个是他不要动啊，你不要这样子害他找来找去，对，因为拍特写的关系，那我拿手那个我有特写，你要动作小一点。小一点，我们要拍你特写。梳子一样吧。对，好。现在就是说，从我们这边看，它可以推到它的。夹蚊子啊！它那推到它的最这样。好，那我们看一下哈，看一下就是我们再从这个位置哈，我们可以拍到，啊，它最宽的这个镜头，最宽的有这么宽。看不清楚了。是啊，所以这个是环境。对，我们刚刚所提到的 long size 的是 long 景的时候就看环境，它在这个环境里面。趴在这个环境里面，再来一个是好，再来一个是我们往里面推，好，可以到这样，对，好，至少他在这样，好，他在跟这个空间里面，他在这边在做什么？摆 pose。对，抱着一个胸，哈，在摆那个，对，好，那假如说我们刚刚我们只说他可以，因为他是攀动的，他可以描述，对不对？从桌上那边。好，我们带过来，带到它，好，可以这样。我们这个常常看到这样拍嘛，对不对？哈，好，或者是说我们从带书，好，这边书啊很多，它有意义。书的意义就是说，哦，这他也许是学校的老师或干嘛，从书这边哦，好，从书这边带过来，哎，不要动。神导说不要动，你不要动，呼吸都不可以。我们刚刚是当的看到他在书的这个空间里面，对不对？那我们现在第二镜头，好，这个叫 MS 的话，
你看我们从书这边到书架这边，好，我慢慢盘过去，好，带到它，拜托你转过去看一下书再回来，对对对，好，然后我们就很清楚说书它在跟书之间的关系，好，就有了，好，还点点头，你看，好，说他写的书，对对对对对对 ，OK， 好，那假如是这样的话，他假如要上去拿书，拿哪一本书？拿书，生命教育那边，哎，你拿那个生命教育那边，不是生命教育的啊，你写的，靠边，左边一点，左边上面。对啊，对对对，对对对 ，OK， 好，你看到我们现在要介绍他这个人要去拿什么书，好，我们就拍特写，对不对？好，虽然有这样，他去讲。像检院长在拿了一本书的。对，跟检院长一样。好，我们就刚刚这样啊，书，但那个这样就麻烦那个轩宇，轩宇，你就做一次哈，从那边啊，等一下，我等一下，我们配合那个哈。那一本书再放回去，我们把这个事情就做一个描述，一个就是我们刚刚他是讲要做这个动作就有意义，对不对？有意义就是说他在书架那边，他去那个生命教育那个地方拿一本书，好，拿一本书，他拿什么书？那后面我们再跳进去特写的时候可以看到，对不对？好，那这样的话就是他的动作，我们不动的话，我们中间哈来看一下哈，只要是这样，好。再一遍好不好？这边哈，好，好，我们，好，那轩宇要走过来，先你上来，对，先你从下面一个 ，OK， 好，我们跟他配合一下哈，你看一下，从这边介绍过去，等一下，还没，等一下，还没有 action， 好，五四三二，啊 ，action 来走，他走，我们攀，对不对？好，攀过来，他在书架上面，你看他在拿什么书，拿下来，然后再翻，对不对？好，我们就可以这样都是一个镜头下来，对不对？好，他又转过来看得清楚，对不对？好，那看什么书我看不到，对不对？那我们假如说这个描写是有意义的，那我们就再拍一个特写，那我们就请我们那个轩宇院长来，轩宇院长来麻烦一下再讲，不要了，这样不对了，对啊，这样不对，我们要拍一下你拿的那个拿手吧，对。那个要拍，他在看什么？那另外再拍哈。那你就再做一遍。好，这样哈，你看大家有看到这边就是生命教育有没有？好，假如说这他拿的那一个的东西，那这样就比较容易去告诉人家说，好，他拿的是什么书？好，他特写来，先来麻烦一下。好，他上去拿了，对不对？好，拿了书，那我就可以跟着他。他在看书，好，那这个东西会有什么？会跟你刚刚所拍的那一组那个画面，其实它是可以做 insert 的。insert 就是说我可以跳进去中间那个镜头，我可以拨开哈，拨开把这个他去拿书这个好放进去，放在里面就是知道他拿什么书去这样啊，那你后面那个就可以又回到。就差不多这样。什么叫一个镜？这样算一个镜头还是两个镜头？你可以算一个镜头，你可以算一个镜头，我用两段来用。对，你一个，对啊。等一下，我再示范多一次。对，好。那我假如说，一个镜头。镜头两件事，看他这个有没有改变，是不是？常常说这个镜头、那个镜头，就说那个。叫做这个这样拍哈，我们一般来讲，比如说他你剪接是一个大景，一个中景，那拍一个特写，再一个中景，对不对？好，刚刚我们表情是不是这样？对，好，那这样就有一个大景，一个中景，一个特写，再一个中景，对不对？这样四个镜头。但是我们在这边拍，他连续动作在做完，对不对？那就是说，第二个镜头和第四个镜头一起拍，就是连拍，好，就是连拍。对，我就是在这边一样，把它拍完，好，拍完以后，那我就另外再拍一个第三个镜头特写，这样，好，所以那个整个，那我讲第三个镜头，我不要去描述。我第二个地方拿掉，那是第二个镜头跟第四个镜头连在一起，对不对？刚刚那样连在一起，它就是一个镜头。你只要没有东西再放进去的话，它这样就是一个镜头。
那我就是那刚刚所说的就是一二两个，一个大节一个中节就接上了边，也许你就这样，你整天就也可以这样就结束了，就不一定要特写。刚刚那个所谓的那个说法是这样，那我们常常以为同一位置拍完以后会换位置，他刚刚说之后换位置去拍，他到底在看什么？等一下我吃饭。要不然来，快睡着了，我很想吃饭。来，很想吃饭来。好，那眼睛很痛。你先教我后面的。嗯。对，到时候那个刚刚所说的这些，基本上都拍完那个素材以后，那个都是剪接。你怎么编组，怎么说故事的状态？那前面这个我们就要拍素材，好，我们把素材拍够以后，你后面就比较简知道怎么说。但是刚刚这样拿下来以后，那他又做什么？就是你要接着说故事，那才要去把那个素材再拍下来。好，就是我们拍摄的时候，这个回到就是，假如给文字的话，你在说故事的时候，其实要影像啊。我常常就说，你文字里面只要影像化的话，哈，你在描述的时候其实是有影像的。我在描述每一时节的时候，对，我要讲它的时候，我其实要描述，好，因为我看到，假如说我就直接看，我在描述的时候，它已经有三朵花了。那这个角是重点，这个角是重点，因为它投入够多，那个是在叙述后面那个历史。但我只要看到这样，它其实是后面有故事的。但是你在叙述上面，我先看到他的这个，好、哦，他这个让我引起后面的东西出来，啊，这个要有故事。那这个在提的时候，我们在拍摄是，当你文字要变成我们在拍摄的时候，我们就会去拍这个东西，好、哦，或者是这个不一定要挂在身上，他可能放在家里面某一个很重要的位置，那我们就拍这样的一个特写的景的时候，那其实他是要为了要说故事。好，为了是公共事务，该一去提一款特写东西，都是为了要强调出来，那个后面的说故事。所以，当我们讲文字在写的时候，要影像化，不用先有文字出来，才让先有文字出来之后，他才能。这是有一个过程啊，那个到时候那个有一个过程，就是我讲说有我们常常在做有几样东西，对不对？我们在现在在社群里面会做的就是。新闻嘛，我做的是人间菩萨的，人间菩萨对，啊，我做的是草，也许我们会拍点草根土地，那我们会做点睡梦影片，对，这差不多就是我们这个时候。那当然，新闻的事情会比较多，因为它是随时的，随时这边有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差不多都需要及时的把这样东西送上去。那社区的人文站点基本上负担的东西基本上是。这个为主，那再来就是记录这些在这里面所发生的一些好感人的事情，让他提供上去，他的太太或者是给上面去把这样善的东西传达。那这个是宗旨，那我们是这些的在地的记录的这些人在。好，那这个是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那这个东西要做的事情就是我们必须要透过这个来这个过程。这些熟悉这些使用器材，才有办法把这些东西留下来。那这个过程里面，那我刚刚所说的这个，这是一个机器，即使记录影像，它也记录声音。那这个声音基本上还是要回到文字，那可以从文字到声音影像，也可以从影像声音到文字，这是两个，不能说哪一个先哪一个后。那其实它是一个互相的。你在拍摄的时候一定要文字化。我们在拍的时候，就像刚刚所说的，我那个几个镜头都要有那所谓说故事的内容。那不是当大姐吗？大姐我在景文的教室里面，好，有一个人叫做仙颖，在这里面，那他在干嘛？他去书架上面拿了一本书，那这个书是什么？什么书？生死学，对对对对，因为他走到十字路口了，想找答案。啊，这个是，对不起，那这个东西就会引申有一些故事出来，也许就引申再介绍他哪一部哪一部哪一部，那这个就是
影像，影像。那这个东西就是跟文字之间的结合。那这个东西，这个东西会在影像拍完以后，文字记录完以后，就是提供给最后剪接上面的，好、哦、怎么来说故事。文字所提供的是一个介绍的一个背景，那影像这个东西就是根据这样的搭配起来，那怎么把它重新编组出一个让人能接受、能感动的一个啊一个一段故事啊？啊，因为所有东西不是照片，照片是一张，它可以看多久看多久，但是我们所有东西都是有时间性，我们拍的东西。在你播出的时候都有时间性，就是说它可能三分钟，可能一分钟，可能你28分钟，它是有时间性让你去叙述的，你必须在这个时间里面完成，好，完成它给你播的，那完成那里面要什么内容，那这个就是蛮需要去做的，那这个这一块就比较，那你要做到什么程度？28分钟一样嘛，现在起码是28分钟。我的卡迪亚又是讲8分钟，我是讲8分钟，嘛他一样播也可以播28分钟。但是我的内容里面有很多的不一样的叙述，或者不一样的故事，或者他有一个叫做起承转合的时候，你看的别人看的感动度不一样，好，感动度不一样的时候就整个就不一样啊，那要。达到那样的状态，就是后面的剪接。但是要达到剪接，能给他有一个很好的，我的前面的东西要有，我的素材要拍得好，声音要说得好，那文字的下笔要下得好的时候，他的感动度就在后期剪接的时候就可以编出来。那 OK， 那这台机器它可以提供属于这样。那另外一个是它的品质，它品质其实它可以到 2K 的，记得。它可以到比较高一些 Full HD 在上面，其实它可以到 Full HD 哈，就是我们现在这样 Full HD， 它比 Full HD 再高一点，但是我们现在都用 Full HD 在拍，因为我现在的我们的规格里面其实已经够，那它提供的一个叫做画素的问题，画素就是品质的问题，好，它有提供这样。那它再来就是它的体积功能性现在已经缩得很小，好，这个东西就会对其实实体来拍都很方便，因为现在人工智能也多很多的世界来做，因为每个人的功能就不一样嘛，他有时候一出去，然后去就把素材就拍回来了，哦，就不一定说一定要等谁才有空才行。这个就是效能的问题，对，效能的问题，就是每一只就这样拿出去就一样可以拿，重点是当下，再来是这个机器声音，因为我常常在看东西的时候，只有影像的时候，其实还不够感动，你把当时那个声音录下来，对，当下的声音那个没办法重置的，后面所有东西都是只有再加进去，那假如说当时那个感动的声音，其实画面都很差，那个感动的声音，或者是那哭喊的声音，或者是那个天崩地裂的那个声音，那个都很震撼人心。然后往往不是影像震撼人心，往往有时候是声音震撼人心。那你能拿捏说声音跟影像之间的比例怎么分配吗？那个难讲，很难讲。假如说是。即使的状况，那个影像提供出来，它那个声音哦，声音震撼度哦，其实非常大。好，所以它现在目前的可以提供一个自动状态，就是我只要用全自动状态去拍，马上就可以作为就可以拍了。那现在因为现在的再来就是它的记录的那个卡。现在记忆卡啊，都是很方便，啊，都这个都可以到64G，啊，64G有多少呢？叫 HD， 它可以6个小时，它可以记录六个小时啊，所以其实都
都很惨的，不像我们袋子以前都是一个小时，对，就要换袋子，都要换袋子，对不对？现在你只要是用这个，这个给打点几个油，啊，冬天过敏这个，里面温暖油冷的，嗯，可以藏两个。它有两个插卡，两个插卡，对，两个插卡，两个插卡它可以连续12个小时，或者是，或者是它可以同时录。同时的意思就是说我两个都一起记录，意思就是备份。好，备份，就可以告诉你啊，这种况就是这边阿姨啊，我另外一个还可以，对对对对对。他现在的考虑的思考的你都已经很那个了。好，那这个东西就是假如说我们这个记忆就是这样。那再来就是他这个告诉你，那你得这个 HDMI 哈，他这个输出哈都不免请。但静脉的三 G 作业其实嘛，要麻烦，那个还要有一个转接哈，那现在就直接这两条线就出去了，好，好，对，给现场一下，嘿，好，它就可以马上就出去了哈，出去就是可以到直接到那个大荧幕去，直接到水球那边拉现场，对对对，直接就拉现场，拉现场它品质在 HDMI 的状态下。好，好拉现场，来这拉现场，这是一套。刷把。对，就可以很方便，一条线就可以。好，所以现在的配备都已经到属于这样的规格。好，这样的一个是记录，它现在记录的状态，我们现在都64G、32G， 好，都已经 HD 都可以到三，6个小时，哎，它可以两刷卡，所以非常的一个方便哦。这是讲的记录哈，讲的记录。OK， 那记录这个到时候我们拍了以后，你再看看把它转过来哈，转出来。OK， 好。所以它可以转出来一段一段的转出来。它你一段一段哦，现在就是说它是一个 frame 一个叫做什么？一段一个资料夹，一个资料夹，对对，一个资料夹一样，所以一个资料夹就是你有切。有关机，切它就是一个资料夹，切就一个资料夹。好，那假如说愿意的话，你就是像你就录切录切，你觉得不要那么多，就切掉，那就一个资料夹一个资料夹一个资料夹。但是这个一个资料夹一个资料夹，你在后面就是再把它接起来，再进去用一个软体进去把它接起来。好，那假如没有的话，你就不切的话，就是单一个资料夹，它是单独一个资料夹。那你里面就是。你不要去开关，它就是一个资料夹，哎，好，那这个啊，资料夹量太大会比较麻烦，你还是有需要的话，嘿，会比较麻烦找资料，所以这个还是会，假如说新闻片的话，当然它时间不会太长，但是假如说有一个比较长的一个记录，假如说要录两三小时，比较难一点。所以你后面的场景表要做得很清楚。所以比方说，你就比如说，就是开始在几分几秒什么，几分几秒什么，那只要有的话，后面再回来找就比较方便。这是一个场景表状态。OK， 好，那这个是机器，那机器里面就会含有几样事情，几样事情。刚刚我们讲说焦点，对不对？刚刚有看到那个路面帽，对不对？OK， 好，再来一个就是它会有一个，这个大概就先不要，你们不用去注意到，它有一个速度，速度就是我们在拍摄的时候也有速度，就是它可以要160，我们一般拍的都是60分之1秒以上哈，那有100分之1秒几秒，那个可以到，这个可以到，好像可以到两，我没有去给它动动看。都能看哈，好，这边呢，这边来大家看一下哈，在这个地方哈，这是250，现在250是分之一秒哈，它的这个速度，好，所以它可以到2000到3000，有没有？它这个也跟着按哈，好，它有没有？速度变慢，这个是要变慢哈，好，它的光微分的变，对对对。那这个是速度哈，
的速度。好，我只要定一个速度的话，我就定下来以后六十分之一秒。好，我就按一下，按一下这个 shift， 这个它这有一个开关叫做 shift speed。好，这个叫做速度的开关哈。我们按一下，好，按一下以后它就定在那边的。好，六十分之一。好，我就再按一遍，其实它现在有 auto， 现在是 auto 的。好，好，我要定六十，只要不要 auto 的时候，我把它移开就好了。我把它移开，移开到别的。好，我把它都移到别的。那这一格是什么呢？这个是一个 game 是一个增感的。好，这个增感。好，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增感。可是六十还在那里。六十我就锁起来。已经锁起来了。我就锁固定了。好。那这个是我们一般他们也叫 DV 啦。DV 就是增感。增感要做什么？就是太暗的时候。太暗的时候。它会自动调。对，它会比较亮。看一下。对。可以跟大家看一下比较暗的状态哈，好，你看有没有看到这样哈，这样比较暗对不对？好，你看一下现在十二，那我把它调有没有？而且调下来会不会更暗？嗯，好，看不啊？好，对吧？看不啊？对吧？嗯，对吧？好，越多越敏感，对啊，的意思有没有？亮度，对，亮度，这个亮度就是它特别把它。哎，内射的东西不是回到一个正常曝光状态下，它是内部把它增感，好、哦，这是一个内部增感，它可以到，好、哦，它可以到33，最高到33 dB， 那33 dB 的时候呢，基本上在这块都会变成比较粗一点，画素的话，画素比较粗一点，但是当我们脚要去拍比较暗的时候，没办法，没有灯的时候。我们还可以记录到东西。好，我们对呀、啊，我们对呀、啊，这样对，或者是说我们去到那边那个地方，基本上你就没办法打灯，或者他那边就没有什么光源的时候，我们就是基本上就是调 DV， 或是上脚架的时候，用把光圈哈，把那个速度再调慢，那它就更亮，对不对 ？OK， 好，那这样去记录，至少把当下的影像。有留下来，当下声音有留下来，这个很重要。好，我们没办法做，那可以利用机器的特性，把这样东西去设定好，然后把它留下来。好像你看一下桌底下的那个暗度有没有？嗯。好，其实这样暗度，但是在我们这边其实还蛮清楚的哈。好，这是叫我们要调 DV， 但是这台机器，好，另外一个好，我跳过来哈，我们要锁起来，跳过来的时候。我们在这个是光圈，好，现在是光圈5.6，对不对？嗯、好，我们看一下它能不能动哦，有没有看到光圈动了？嗯，光圈有没有动？有动哈、哦，好、哦、，OK， 它最大在这个推进去以后，最大的光圈只有到4，这台机器最大只到4，好、哦，但你看哦，我们现在缩起来有没有？它缩起来到5.6，它是不是越来越暗？好、哦，你看一下那边有没有越来越暗，对不对？嗯。好、哦，那表示说，好、哦，表示说它的范围，它的这样的范围可以让你处理哈、哦。它最亮到这边。好、哦，这台机器。所以这三个键是搭配它来用的。这边对，它来调，对。调光圈。调 gain， 调速度是用这边。就是设定要调这个，然后就来按这个。对。过来看。这边的调整，那它是要搭配这个转。对，上下。搭配这个转动，对。那比如我要光圈按这个，然后再去调。对。是要这样同时。对。加了。对，这边要过来这边看这个键，这三个键跟它搭配一下。嗯。所以我现在调光圈，那我就我是按了这个，然后再去调。先选择你要哪一个。对，就是那个水龙头。啊，脚没有的话，啊，我脚要这样的话，就按离开就好。离开以后就，好，这个就是锁定了，好，就锁定，好。
好，这是跟那个有关系的。好，他拍完了，等一下要记得把它调回来。那你调回来，其实也可以按自动啊。这边其实很简单，这是一个手动的状态的调整。那我只要是有的话，就按上去就全自动。就不用一个去自己设定。对，你这边哈，这边就有一个全自动的。对不起，这里这边有个 menu 哈，但我只要搬下来才去调这些，但我就要搬上去，它都是自动。你们看到这些都自动。那个这边，那个快门也是自动，对不对？那个 DV 也有一个自动，有吗？那速度也是自动。不见。好，有没有？有没有看到？这些都是速度也是自动哈、哦，有没有？或者是挂一个 A 有没有？好，翻上去就什么都一样，都有的。但是我移动，它就跟着变化。你看，注意，它就自动变化，看到没有？哦，你看，它的 DV 就自动变化，你看，有没有？我翻上，它就自动变化，有没有？自动变化，哦，好，那就是内设的状态了，内设状态。那你只要真的出去拍，就都 OK 了。管它三七二十一。对，就 O 的 O 啊，就 Auto 就好。就拍到 auto 去哈，就给他拍了这样，好、啊、拍了，但是既然把它 auto 以后，你看也要总得知道要录呢，按录在这里，哈、啊，你唔通讲安尼，我开咧安尼讲，我说你唔得去吧，不会，嘿，你这边有两个红色按钮，按下去，你要按下去耶，按下去这边有record哈，对，哈。这边我都有人老板了，好，那我去你家就有人老板了，好，好吧，他数字又会跑，有没有？你们看到这个数字在跑，数字在跑才有哦。啊，好，你也乖，其实，好，那我变来，空欢喜。这个档案，哎，我就把它按下来，它就停了 ，stand by， 对不对？啊，绿色就是安全，它在按的时候。这样子有资料夹了吗？啊，这样子。啊，这样子啊，这个会记录，看看这个会记录哈。好，所以可以 delete 掉重拍，反正跟照相机的一样，它可以 repeat 哈 ，repeat 啊去，你只要不要都可以 delete 掉。好，但是我们这些班在拍啊，不会那么麻烦的、啊，在还没在 delete 掉 ，delete 掉，你要的话，在后面才去检查这个后面哈。你整个在进行中不要去做这个动作，你明天在拍完回来要整理的时候再去做 delete 的动作。对。你不要直接在那边判断 delete 的状态，明天我要整个进去以后才 delete。原本可能就画面不好，就声音很好，当下那个声音啊，那个声音很好，哦、但是你这样判断很难判断，必须回去以后静下来去看的时候才会比较好判断。好、哦，好。这边有一个录的哈，这边有一个录的，好，两个 ，OK， 好，那我们常常会有时候我们以这个来录为主的时候，那这个常常会不小心一按到，我们这个就可以把它关起来，啊，就锁起来，这个就按不到了，好，就你必须要这个才能按，啊，这个才能录，啊，录关，那这个就按不掉了，按，你按，再按呢、啊。来按了，按了。我不知道按下去是长什么样啊，所以我也不知道。可能就把它打开，你按啊。哟。哎，有感觉。有感觉。哎呀，还有感觉呢。哦，压不下去。对啊，你把它录起来就压不下去了哈。好，压不下去，你还继续要录哦，所以你必须要另外这边把它，好 ，stop 掉哈，把它停掉。好，这边所以这边有两个。对，有在录哈，好 ，Let's go， OK， 好，这个录一定要，哦，你们我乖乖的，不会的。妹，哇，一个就站，哦，我看到，我拍到在空气拍到。你说你有没有没有忘记按的？我拍到空气，好，记得哈，OK， 好，真的这种教训大概应该都会有。是怎样你知道吗？是在录的时候，我忘记录影机坏了，那我就以为那个录影机是已经
关掉了，那我就拿着就在那边，他一直在录啊，在扫地，然后我放起来，哦，准备要录了，要录，他开着嘛，我要录，结果是关掉，然后要录的东西没有录，然后再把它有试过，回去剪接的时候都在扫地，都在扫地，扫干净的没呀，好多次，好多次，好多次，这是很正常，因为我们太过。因为自信了，然后你就忘记看看那个灯有没有亮，你就觉得哦它在录了，其实你已经把它关掉了，然后录完了之后呢你就把它 on 开了，它在录了，那你就拿着就录了一些奇怪的，欢喜的不得了，对任务完成了，所以一定要有时候还是要去检视这个画面到底有没有在录的状态。SOP 然后不能扫任何。你回到家剪接的时候，你就看到啊，扫地扫地，放上去，哦，目标对准了，要录了，你就把它关掉了。对，这个会，这个是常常会有的，常会发生的。对对对，所以还是要看荧幕。好、哦，你要当你要有录的时候，有没有左右要稍微看一下荧幕。好、哦，一定要看荧幕，这个会有没有显明出来。跟我们相机的录影一样的。对，那这边还有几个哈、哦，几个在里面的，一个是声音，很重要的是一个声音哈、哦，声音。另外一个需要去注意的是那个电池，这边是电池啊、哦，电池现在还有多少？好、哦，这个电池现在还有一半哈、哦，那这个是小的，还有一个那个大的。声音要另外带了，你这不是用充电的？我这个有两个哈，来这边给大家看，这边都拿出来了。好，这边我们这边基本上电的部分有两个，一个是利用电池，这个是小的，这个差不多两个小时左右。这个是大的，我有买另外买一个大的，这个一般是配备是这个，那一般我们就再补充一个大的，要不然我们插。会有问题，对不对？那这个是这个时间应该是这个两倍了，好，这是大的，哎，对，那这个是充电器，很小的哈，很小的，方便，好，一插就有了，一插就有了，好，一插。那你假如说我们在用的时候，另外一个就可以去充电，好，这个就很方便。所以我们叫四行，哦，不方便哈，充电太方便了。无想起，细行机嘛，细机。对，所以他戴一老花眼镜，不要怕人家讲，老花就好了。我有。是说，就是有一个状况，我们十点几位会锁门去，不是他会去巡视，他中间会有20分钟不在，他就门锁上的，所以如果我们那个时间要离开，就会变成有困难。一个是要在那个之前，一个就是十点半。好，看大家。对，就巡他巡这么久啊？他巡20分钟啊，就等他再回来。所以看一种是我们要在十点之前结束，你们才出去。OK， 在十点，要不然就要等到十点。OK， 我再讲十分钟就好了。OK 啊。那另外一个电池就是这个插电，这个插电啊，这个角落，你很长时间就可以用这个来插，好，就插在电影上面接上去，好，就没问题。接上去以后就可以不要去管那个时间，好，这个到时候使用再说。好，那个卡刚才讲这边又有两张，会有两张卡，好，两张卡可以插。那另外一个是收音的部分，收音部分现在目前来讲、哦、我们这个机器有一个好 也是算半专业的，基本上它是可以外接的，里面它有一个这边有一个机头，我们可以切里面的，假如说你这个都不接，我们这个里面这边也可以收，好，也可以收，就是一样像我们相机一样，它也可以收，当你要录的时候它也可以收。好 ，OK， 就是有一个内建的收音的系统，有一个外接的收音系统，外接收音系统它有两轨，好，有两轨，一个是这两轨，好，还有另外一个叫两轨 ，A B 轨的、啊，也就是它可以进来声音的两个，就是说，哎，我可以在这个收一个，那我用这个命令杆也可以收一个，或者是它用那只接来我这边。他那个收的，他也可以拿，一个进来，就是他里面他可以记录两个声音轨，意思是这样。那我们一般我们会有的是，这个会是收这个换为
泵在这边收的范围。那这个呢，这个 PMI 就是我们常常会用的，常常会用的，我们挂在那个受访者之间啊在上面。那这个是接收器，啊接收器。那这个是声音，那这个一般我们会放在后面，啊，一般我们会放在后面上去，啊上去，那我们会有一个线，哎，好，这个哈，这个有一个这个线，有一个线哈。它会接到另外一轨，啊，对，声音轨哈，声音轨，看，声音轨，那要打开吧，这个我知道，有做音控的，我没有打开。好，那这个有一个好处就是，这个以前都是没有这样的保护，好。以前没有这样保护，那现在这个打开以后，你如果把它盖起来的时候，就不会受到后面灰尘的影响，因为它那个接触哈，接触蛮敏感的，你这个脚没有保护起来哈，就很可惜哈，就是传。